项目计生是好的，好的。喂喂。教区有几个人？有几位神父？最后这里啊，几位？这里跟蛮近的，差不多十二吧。十二，也是十二了，跟西班牙道明会差不多了哈。但是我们是也有在北部啊。当然当然。但是他们没有在北部。是。所以他们是全部是在这里有关全台湾的。那全国中华道明会有几位神父？25、20、23，差不多。全国只有13个。二十三啊，对的，高雄正好过半了。对，我记得2年前郑总统要20周年纪念，中华道明会上去献唱，就是演唱，也是12、13个，西班牙道明会也是，在玫瑰堂，那次你没去嘛哈。就是正宗主教，我们道明会是他逝世20周年，在玫瑰堂有一个纪念音乐会，然后西班牙道明会是献唱，中华道明会是献唱，上去的大概就是12、13个。这次的会长，教育委员会，因为这个加。
每一组只要报告，我拢会听，我拢会一个人关心。议会主办公听会第一名最多的人叫做黄柏林议员，所以我说他很认真，还做珍惜。因为吼，学长报告，时间过了就没有了。有时候你想做什么，我等下讲诶，事情那么多，你也不可能做得完。但是起码咱在那边做啥，努力去推，他努力去做。我一天咱也无做啊，咱嘛感觉讲，我对我良心会得过。啊，你敢这样放在心内，你就不会，你就会积极。所以我一年拢办20多场公听会。啊，其实公听会的目的是让学界啦、民间的声音跟市府局处也当一个平台，观念的平台啊，人际的平台。啊，所以我安尼这四五年，安尼嘛揣过，超400人次来议会，啊，甲在市府局处大家沟通。新政策的产生，伊个公听会占很大的力量哈。他的支持。昨天周林文议员咨询说，马政府的新政策，五煞煞，迄个新政策是高雄，伊讲自由经济示范区，未五煞煞，迄是一个概念，所以陈菊嘛，他也愿意去推啊。所以我们要现在表态啊。啊，陈菊市长昨天就讲。伊特别强调的就是讲咱文创产业，我甲你的理念一样。绿的。我建筑的，咱咱们以前吼一年还有28%投资在资本投资，起码今年吼存17%呢，10年都减10%，啊这10%吼今年就差8几亿，啊这个钱跑去哪都是人事。所以我长不要感情，就在讲领书的钱呢，最后都人事吃掉了。对，花薪水花光，那个福利，啊，这些都易放难收。好来，我再过来哈，发表的文章主题就是高雄县能，为什么高雄市不能？县议会以前员工有午餐，现在市议会没了。有啊，他们有交钱在吃。你一起吃自助餐对不对？人家高雄县是吃合桌呢。合作，而且员工只有20块呢。64年，我正好高中毕业，去读师范大学。好，那你们两个这样换就好了，对吧 ？OK。好，那我赶快冲回去。好。结束下来，应该是。碰到了一个朋友江务将军。江务。哦，江务我知道，我听过，听过。你今年属于官阶上校。上校。接下来进场的是由劳动部局长所带队的刘二八安，他们各自的创意主题是“服务最的我们”。还有你的具体要怎么做？因为你说你不能等中央啊，中央的是我们自己的，还可以在意啊。那你自己要出发，才是要经济自己，所以才出一个促进会给你上去。不好意思，我71年就是在这边教书，并且入教的，并且知道我的邻居主教公署那个郑天祥总主教，竟然是我道明的董事长。对，没错。我帮你介绍这个项目，项目的进程，他们应该都是内行人士。
你好，你好，新哥，新哥，新哥。他名片交换一下。不不，他是第四号杰出校友。男生穿裙子。